先打，不先打怎么赢？你还打那个这张？我想想。 还要反个二加二，不用打，我没办法，只能说没办法。哦，你必须都稳咗啦。 我来帮你淘汰肉体。
不妨百味。两个小鬼不嫌少。不先抽。两侧手下。对面 T2 投降合理吗？看你多虎啊，你是不是两张小鬼还是怎样？他受不了接球了，也是有可能。他们开始互相拼输。完美的 tempo， 但我觉得这个凯尔萨斯好像是真的很难配合，有没有办法去配合这张啊？那样有点太幻想，就你前面一定会丢低费的，然后如果你要用得到这张，起码也要有个八九费吧。别算了，等下把那张拔掉。哎，两个手下包含他自己，是不是？救援，救援，有人知道吗？哦 ，OK， 好。我想说，他法术的凯尔萨斯是两个法术，那如果这个卡萨斯包含他自己 ，OK， 可以。难怪 One Turn Kill 配同区 One Turn Kill，
快活。Yes， 我又活不来了。这边就不用打什么这个手，哎，会爆牌。就是他下一回合才会先把这个诅咒先打掉，先受到两点伤害，然后再抽牌。然后对方也不能在下一回合吸诅咒，因为我是满，所以这个的话通常都会，如果低伤害就会留一张，你也不会爆牌，所以不用刻意去甩。肯定啊，我一定是把小龙给叫爆。我先受到伤害再抽卡，有钱呢。给一点压力，可以跟我讲一下我葛夫嘞，我已经抽了很多张牌嘞，我们叠多少了？哎，干嘛？怎么这么坏？已经到24了，两侧。哎，我有点想知道，那如果我是指他，他这个会一起死？他一起死是算先死的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一起死会怎么？应该是他先死，然后再那个，应该会吐出来，会还回来。好，聊天室都锦衣，我应该是信。那，所以我可以指中间吗？吞是一个，那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吞中间我不敢。好，吞中间，我信你们。Nice， 聊天室厉害，这我不知道。他的叙述好像是，我先把中间咬掉，然后我再咬旁边两。那如果我是咬最左边，那肯定是不会有这个问题。有哎、欸，变身呢？还是没有啊？为什么这样？是倒霉的吗？加速力跑，先打一张。有啦，真的是在倒数第四张啊！不够阴险的。
快把他弄死了。副作用当然没有。月光有什么 bug？不要抱我可爱的同区，不要。哦、oh, ，OK， 这样我可以接受。OK。这里一样啊，留一张啊，就是他抱不了我。差不多该来同区了哦，真的是差不多该来了。没错，你们怎么那么恶劣啊？抱不到我们，哎，塞了没有用，拜托不要怎么打错自己头，我等这一波糖果很久了，嗯，我抽得到吗？哎，我应该是必抽，对，聊天室我应该是必抽，零先打，六再打，然后。打一张五抽牌，同区打。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？棒棒棒！尽想掐掉我的眼睛。